你好呀，江小姐。江少爷，我俩无冤无仇的，你抓我做什么？哎呀，杜景川我惹不起，杜景川的儿子我打不过，杜景川的相好。我还收拾不了了，你什么眼神？瞧不起你的眼神。瞧不起？我今天就让你瞧得起一下，把你脸划烂，看杜景川还看不看得上你。怎么回事？什么呢？枝叶烧啊！关门打狗！